小小的小孩会让自己变成大男孩。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晚安。小小的梦沉落于无尽星的海。Yes， 今天提前，因为我准备好了，想说就提前开。其实我七点就坐在这里，等了有点久，想说先开吧。Hello， 小小的身体晚安晚安。夜晚无声息醒来，对，我等很久。他说差不多时间了，先开吧。自装又变坏，小小的成就变成瞬间的感慨。Hello， Hello， Hello， 大家晚安。小小的小孩有多少对自由的期待。接好了 Yes，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小小的小孩和结果去过云日开。 Hello， 晚安大家晚安。小小的小孩晚安，依赖你给予的青睐。小小的小孩会慢慢变。对，上次出现的那个扎尔。小小的小孩，以前是狗派吧？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哎，就是都蛮喜欢，但是就是都没有偏向哪一派吧，就是我都只有喜欢哪几种，除了那几种我都不会，就是特别感兴趣。Hello， 晚安。想养的话，我没有想过哎。如果是猫的话，我会比较喜欢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就是阿贝桑的那种猫，就是我喜欢那种胖胖的，然后胖胖，然后白白或咖啡色的浅咖啡。但我是狗狗，我就喜欢柯基。我超喜欢柯基，或是纯柯基吧，就喜欢纯柯基。但是其实我蛮喜欢萨摩耶，但是萨摩耶太大只了，我喜欢小时候的小小可爱可爱，然后柯基很可爱。鹦鹉没有，我对鸟还好。我超喜欢柯基，猫也可爱，猫奴我也不算，大笨猫我也喜欢。这也没有特别说要谢谢笑笑送的猫猫抱抱，我喜欢，好可爱，真可爱。原来问这个猫派就是问为了这个猫。好 ，BGM， 好的。Hello， 晚安，晚安。开到柯基的，我超爱柯基，好可爱，不觉得那个腿短短的很可爱吗？而且都胖胖的，虽然我可能抱不动它，但是还是觉得很可爱。狗狗。谢谢大家，科技皮肤完了，不会吧？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不会卡吧？需要我看一下网络。小小为什么会呢？小小的皮，我刚刚这里也显示网络不好，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但现在好像是 OK 的。小小的身体夜晚无声息醒来，
Hello， 晚安晚安。大家这礼拜有做些什么事吗？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放这首歌是他们的新歌，大家可能要被我洗脑。笑笑很厉害呢，原来最近最喜欢做，我都还没有说，你竟然就知道了，笑笑，不愧是笑笑。对，我是下周期末考。天哪，笑笑太厉害了，我太佩服你了。加入到我最近，对对对 ，TNT 下周段考，然后这周是一直在做很多报告，因为有些科目是用心所以刻苦，我感受到了笑笑，我非常的感动。感动，这礼拜做很多报告，国文、英文、数学、地科，我地科还没做完。哎呦，我地科就是老师要做个什么物的报告，物，然后又看什么哪2012年的，澎湖啊，不是，是马祖，然后哪一个月。起雾的天数最多，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做的都蛮麻烦的，但是比段考好。哎，社会科跟自然科要段考，我比较喜欢做报告。网页，我查了，但是老师给我们一个网址，然后他说，然后我又上那个维基百科查，是起雾啊，他说是什么什么露点跟实际什么气温哦差2度，但是这样子的话就要一天一天查，然后老师说有另外一种方法，可是我就想不到另外一种方法，在考试是啦，都行啊。就是我喜欢的科目都不考，然后我比较不行的科目都要考，就让我感到心寒。可是就算要考试，我们还是有报告，那有些科目 ，Google 历史要考 ，Yes， 这是最让人难过的部分。而且不是开书考，好像几乎所有科目都是开书考，就历史不是，哦，真的是气到我。考过期录哦？不知道。对啊，就是这两个就不用考，哎。我真的是心累，累了累了，镜头外开始，他不会理我，历史老师信任你吧？不，信任是，但是他就是一样要开镜头，不要暑休，可是现在还能暑休吗？不知道哎，拜托历史老师，拜托。我应该在开学那个还没有停课的时候去送老师几包饼干。再说自己不念书自嘲，不过他历史也不好，姐姐也是理科的。哎，老师，我是小老师。他说小老师不应该考更好吗？送老师茶叶，哎，都没有想到。小小的遗憾也自转又变坏。对啊，姐姐考理科，她是化学的，很厉害的。化学 我也不是化学好，哎，反正我之后也不会念那个理科。茶叶太社会了，我应该送个巧克力好了。
送个手工饼干，可是我也不会做什么饼干，趁老师生气，他可能不会理我，他一定不会理我，就算我送巧克力，他也不会理我。热力学这个其实有学过，可是可能我们都学简化版。麦当老师，我不一定，不一定。哦，我跟你们说，我们地理老师人超好的，他在上我们就是网课的最后一天，纸笔生写，他可能会说，你干嘛送我这个？这什么？这种送茶叶好一点。啊，对，应该送他茶叶，他会比较开心一点，我觉得啦。应该都不会开心。我刚刚说什么啊？我刚刚说到一个东西，忘记了。我刚刚说什么？说到一半。干嘛说？要有心点。我刚刚说什么啦？我忘记了。我刚说到一半的一个东西，然后就看大家留言，我就忘了。啊，对，地理老师网课最后一次网课，然后呢，对网课，然后他就最后的时候说要给，就是要给我们看一个那个关于地理的影片，然后我们大家都好吧，最后五分钟还要看影片，一定要晚下课，然后我就怀着这种心态，结果老师放了一个他自己剪的影片。天哪，超用心的，而且是专属于我们班的。天哪，他就打很多字，然后说很多东西，然后还祝福我们。天哪，这真的是完美老师，天，不愧是我们地理老师，赞。然后我们的班导，哎，当然也是非常的棒。班导跟地理老师，赞。班导是在班会课的时候，然后就有给他有做一个简报，就是也是回忆我们这一年的东西，一些照片，然后跟一样他想说的话。然后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班导他竟然不在我们学校教书了。天哪，真的是非常超级超级超级难过。我就是在边看他给我们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那个简报，然后我就边流眼泪，因为太感伤了，就竟然要跟老师分离了。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老师要离开那个学校，就是他要去其他学校，很远的一间学校。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流泪了。但是老师说完他要离开我们学校之后，天哪，直接爆泪，太难过了。不是实习老师，但不是正职的，我现在才知道。他老师真的是教得很好，真的是就是很喜欢我们班导，真的是超棒。没有退休，班导很年轻，二十几、三十几吧，二十几、三十几，而且很可爱，哎，对我们很好。我之前跟老师说我好饿、哦，我就因为我们常会找老师聊天，然后我就老师我好饿。然后就回他办公室，然后找东西给我吃，还有一些小纸条说：“子萱，我知道你减肥很辛苦，但是还是要记得吃东西哦。”天哪，这是什么天使老师？有，我们的有留 IG Instagram。对对对，不是，是我心很坏。帮帮扣子，我并没有要问，好吧？原来是笑笑自己想要的，哈，我是不会给你们的。所以老师请我吃那个巧克力，还有饼干，超感动的那个，因为我不知道老师会送，然后我就是去上体育课还上什么课忘记了，就不在教室，然后回来看到我桌子上一个纸条，然后跟零食，就天哪，真的有被感动到，然后从此之后
我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班导，太棒了，非常的喜欢。但是他竟然要离开我们学校，不是什么卡丘不能这样说，这是一种关心，并不是知道减肥，然后还给我吃巧克力这个问题。哪需要其他老师？对，还是可以约见面。对，这是温暖，这是暖心，这就是那个，也不能这样讲。但是的确，我觉得年轻的老师还是会就是约学生会比较了解一些，比较了解学生。可以啊，我一定会一直去找老师。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而且我们都跟班导就是都相处得很好。对，是心意。而且我没有全部吃掉，我有分给我朋友一起吃。对对，啊，够想说的太对了。对对对，他在也是刚毕业没多久，所以其实很了解。但是我们老师就是很厉害，就是学霸一个，以后就很是的确。但是我希望我们会一直跟老师保持联络，而且都有联络方式，而且我们老师又这么好，对吧？一定会联络的。昨天真的很甜。我不要再这样说，到时候发现这里有人认识我们历史老师，他真的会把我扣分。我高中老师也退休，不然一年哦都会回母校。比如说我现在回母，如果我以后毕业回母校也见不到老师，只能私下约。唉，太难过了。七月初就要交，对啊，但现在还六月，还是扣得了。撑过七月就可以了，没错，考完这次断考，我就解脱了。没有，还有高二的历史，希望高二历史能够进步，对，也很重要，没错，要暑假了，终于啊，参加老师的，老师的。暑假我不确定耶，我会再安排看看。历史才是噩梦。好的，没有看到我现在流泪，还没考断考，下一半。我选的是一类的二班群，第二班群，一类的第二班。哎，不对，一类的第一班群。高中班的哈，那我也好想参加哦。你知道，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班就是常常，因为我们老师就是没有交男朋友，然后我们就会就是跟他聊之类的东西。这是文组，历史一定会的，相信我，相信我，一定会的。也是，但没分什么哦。我们现在有分，可是我发现好像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分，但我们学校有分。对，时代不一样了，没有错。哎，我好期待以后我参加老师的婚礼的样子。太期待了，我要天天去提醒老师。Hello， 任平君，夏夏卡丘，既然这样子，直接你要当伴娘，老师应该不会选我。我可以当那个花童，在后面我就跪着撒花。
我还跟学生有共同哦，那很好啊，我觉得就是要这样，跟学生有共同话题，还可以聊天。我在说。下礼拜就要考段考了，考完段考后，然后就放假了，然后我们就要分班了。哦，等一下，现在是老师是吗？你是什么老师？要分班哦，希望可以跟我好朋友同班。希望每天都要，每天都在想。百万可以啊，但是我可能又第一题就错了。高中刚毕啊，高中很熟哦。那现在是国小化学哦，国小化学，国小有分化学，国小不就自然吗？都很简单。对啊，国小不是自然吗？哎，看看我，我还是刚毕业也没有多久，我都记得很清楚的。跟学生没有什么自然，对，是近自然。对啊，国音数设计都是瞎瞎飘的。两人私底下的斗争，可能毕业太久。我寻思，看貌似也没有多久。国小太远，可能现在的国小有化学那种高档国小，有还有分化学，太厉害了。而且我国小的自然其实不怎么好，我国小的社会也不怎么好，我国小好像就是一样，好像就是数学英文，我好像一直都是数学英文比较好。贵族学校，对对对，贵族学校好厉害哦！国小都在学那种高中的东西，太厉害了吧！现在，周公学，原来啊，跟周公学习的部分，对对，我国中理科不错，我觉得跟补习还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我的国中有补习，我就是。只有国中补习，我现在也都没补，国小也没有补。学高中的东西什么太厉害，对啊，太厉害了吧，这是令人佩服不已呢。国中有补习，所以就是对那些有补习的科目就是会比较有自信，而且会比较有兴趣，因为都听得懂嘛，所以就会想去。念高职哦，一进是采访进什么的物理然后呢？我没有补过习，国小没有，是国中开始补的。国中一年级是补数学吧，然后再来是补。理化，然后后来又补国文跟历史，就是补短短的，然后就补一下就没补，因为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然后就没有补。然后高中是完全没有补，唉，太佩服我自己了，就不用补习。对，我就是，我现在是自己读，要自制啊，自制。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虽然要早起，就是我觉得适当的休息大概一两个月还不错，但是如果要一直在学校，还不要在家里上课，会有一点没有那种真的上课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遇到对老师真的影响很大，像我国中就是补习班老师真的很好，数学印象很深，数学跟
理化的补习班老师都超好的，而且其实都蛮有名的，都是有名，然后真的很好，而且我都是坐第一排嘛，我真的到哪里都坐第一排，然后老师就会，因为老师基本上都会关心第一排的学生，就会比较关心第一排的，所以就是成绩就会比较好一点。对，我补习也都坐第一排，补习对来就是真的，我觉得坐第一排真的是很好的选择，真的第一排建议大家都坐第一排。我在学校，任何学校也都是坐第一排，对，我也都是自己自愿都坐第一排，真的很好，跟老师也算是吧，就是一旦有任何问题，你都只要小小声的说，那个要怎么解，老师就马上就会听到，说啊，那就是要怎么用啊，怎么用啊，就为什么会这样，就会马上就会回答你问题，因为我不喜欢举手问问题，然后我就，因为我就不真的就不喜欢举手问问题，然后也怕老师听不到之类的，第一排的学生都坐第一排，因为太。我知道有时候我以前国中的时候老师会把那个太爱讲话的学生坐在第一排，然后我因为我也是坐第一排，然后我旁边就会坐那种太爱讲话的学生，对，真的爱讲话的坐前面，或者是坐在特别的角落，这是真的。我记得以前国中有一个男同学，他真的上课就是太聒噪了一点，然后他就直接坐在讲桌旁边，超厉害的，他还是可以讲话，还是会跟旁边的人讲话，就算没有人理他还是会自言自语，超厉害。问到被其他同学啊，我真的不喜欢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从小就是不喜欢问，而且我以前不会到那么不喜欢问，我是因为国中就是有一个老师，就是他常常就会问我们问题，然后就说哎，那有没有问题啊，然后等到别人真的问问题的时候，然后就会说那个为什么我这些都说过了，为什么你还不会之类的那种话，然后我就觉得好吧，那我真的不敢问了。哎，我做过一点的，原来就是你呀，被血红字说的真的假的，以后就对，真的被这样讲，我真的就是听到哇，原来是这样，我就不真的就不敢再问问题了。老师办公，你还窗边哦，对，我最近几次就是抽签第一排，我刚好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真的是这学期几乎没有换过位置，每一次都抽在第一排第一个。但是我们的第一排第一个不是最旁边，就是在旁边的旁边，就是我们第一排第一个是没有，所以是第二排第一个。然后真的有时候就会看一下外面的风景，看一下小鸟在那里那个吃东西，看着路过的同学，不自觉的就忘了在上课。不讲话啊，训练在啊，真的假的，训练第四排第一个，哦对，中间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自己选，就是抽签，然后每次我都抽到我自己的签，真的是挺累，对没错，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看一下会自己恍神过来，然后继续听课，然后有时候老师有时候会提醒我一下，知识演艺讲座的位置，公教教妈位什么东西啊，叫公妈位，这是什么东西，公妈位讲座旁边的位置，公妈位，怀疑你出现没有，因为老师给我抽的嘛，老师就会握紧嘛，然后我就每次都抽到我已经超级想换位置，因为那位置很多蚊子，我都买了捕蚊灯，那个算驱蚊灯了，
还是有蚊子，还有我的腿都会被咬，就是会很多个包，太多蚊子了，真的是受不了。然后我就很想换位置，但是都不给我个机会换位置，我就一直坐在那个位置，完全不用动。每次同学在那种开开心心的桌子换位置，然后我刚好我那个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每次都坐我旁边，他也是没有，几乎都没有换，基本上都是我们两个。应该说基本上第一排的，因为要坐第一排就三个同三四五个同学，然后一直都是那几个位置，几乎都不会动。对，我们那时候在一楼。对，我已经定居到那个了，一年级结束，好厉害哦，专属紫萱位。三秒就在倒数了，好吧，那我们就准备回答问题吧。但是我可能第一题又要错了，他都这里跳出来，我按不掉，哎，好奇怪哦，我就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好吧，两秒，一秒，开始，正在加载题目，请稍等，请稍后。好的，他在努力加载。还没有加载出来，是不是第一题都要结束？为什么？是不是我网络？是不是我网络出问题了？我也不能回答哎，我就直接按放弃回答回来这里了。他一直在转，我以为是我网络出问题。对，我直接按放弃。前十的人可以哦，对哦，对对对，以前国中会这样，换到二楼，应该会换到，其实我也不确定会换到哪里，因为我们现在学校有点复杂状态。段考最后一面，啊，真的哦，段考真的他一定都是选最后面啊，怎么会这样？大家有玩那个吗？那个百万英雄我没有玩，我应该是会换，但是不确定，因为我们学校现在就是有在施工那些的。姐姐，我也关掉了，我也是在转圈圈，洗衣服。那什么，刚刚是什么问题？什么西恩？西恩吗？想看看。哎呀。这么好吗？太会说话，大家现在应该越来越学，越来越会，就是跟，就是对，跟女孩说话了。六十几名都第，真的哦，都选第一排，真的假的？六十几名都选，那他们也很好啊，很认真哎，哇。很少见到倒数几名还会想坐第一排，很棒啊！你们站着。对，那要紫萱坐。哎呀，大家越来越会说话了啦！大家真的越来越会说话了。很好，加油，大家！留言一下，我不知道。第一名开始选，都选好聊天。对对对，真的，我们班的前几名也不会想坐第一排。哎，说得好难过，前三都不坐第一。哎，反正我都选第一排。其实我会选第一排，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其实蛮容易分心的，
虽然其实我坐第一排有时候还是会分心，那都是因为靠窗的原因。就是我这个我很容易分心，所以我就会想坐第一排，然后又加上我现在没有补习嘛，所以上课就等于是我唯一的上课，就是我唯一的看课本，就是唯一的讲解，唯一可以听到讲解的课。跟女生坐在一起，哦，这个真的会，如果一直被坐在一起的话，对，真的会分心。不是我在说，真的会，而且有时候就外面有看到，就是认识，对，他就说，哎，陶子轩，然后就，哎，嗨，真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学姐，然后他们有时候可能上课的时候还会在，就是会在刚好。上课一阵子，然后刚好他们要给我们 外定的食物，都上课了，然后他还会叫我出去，我就有点尴尬，就是还是很感谢学姐。对，可是啊，不会，因为我坐在最前面，我不会做这种事的，旅伴，我还真的没有尝试过，圆珠笔戳前面的东西。没有哎、欸，害我想起那些年的那个画面。对啊，我坐第一排戳老师，老师，太恐怖了吧！我没有这么大胆，对老师还是有点尊敬的态度。毕竟老师们都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拿圆珠笔戳老师，太厉害了。啊！原来以前只是啊？什么？我说什么吗？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哎、欸，大家，我说我没有。可以订外卖，可以，有规定次数就是。Hello， 我没有，大家不要冤枉我，太过分了，大家。有次数限制，我们学校啊，很多学校都没有，但也有学校不能外订，所以也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外订有次数也没有关系，因为平时在外面也吃得到的。其实没有，一个月不能几次，我们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三次，哎、欸，对，哎、欸，不是啦，一次断考三次啦，什么一个学期一次断考三次，一次断考。好像是一次断考，对，一次断考三次。偷听哦，对，还是有很多班级都会偷听。一班级对，一班级不会听，但是其实可以跟别班联合，就是一起听就是了。如果朋友比较，就是蛮多朋友在别班的话，那就可以。你怎么打架？不会啊，我们班。我跟你们分享，我们班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就是大家都没有意见的那种，包括我，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没什么意见的人，所以真的是没有人会想要发表，而且我们班上课是很安静的那种，超棒，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班级，虽然有时候有点安静，但是至少是乖的，不一类。对，我们班真的是乖，真的，虽然还是有些调皮一点的，但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还会分好几张一起订。哦，对，我们可以选一次订，可以选两家，不然警哦，对，我们的警卫也蛮严的，但我都不是去拿的那个，所以我不知道实际状况。对，一家餐厅，一家饮料店，或者是甜点那种，这么安静，没有安静害羞，就是我就是熟的话会比较疯一点，我是属于比较慢热的那种，然后也要看那一群嘛，那一群如果跟我比较合得来，我就会比较放得开，如果合不来，我可能还是会有点做不太了自己这样子。私下都很闹，算吧，就是看要跟谁啦，跟有趣的人，我就会变得很有趣。
也不是都跟，我只是说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我喜欢，应该就不是正妹，就是会打扮的那种，就是可能会有共同话题，可以一起去逛街，这样兴趣比较多这样子。还是你带他？我觉得应该说 ，Mini Four 的大家。没有带坏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别的不说，就是有趣。对，我喜欢有趣的，然后反正有共同话题最好。有红包是吗，大家？有，但有我爱打扮，但很多哦，这种我也可以。哎，说多了还是喜欢那个漂亮女生。好羡慕哦，不化妆很漂亮。有我朋友就算他几乎都不怎么化妆，但是很漂亮，会打扮的，而且跟布丁真的很多共同话题，而且在一起就会比较很自在这样子。对对对，一定要心地善，真的一定要心地，我真的是不喜欢那种心机的那种，太累了。很帅，他们哈不屑一顾，原来是这样啊，笑笑。我就喜欢跟漂亮的女生待在一起，眼空真的比以前没有。可以介绍一下我朋友，我想一下，我朋友嘛，很疯狂，她是一个很疯的一个女生，然后很大方，然后长得也很蛮漂亮的。然后她以前没有刘海，然后后来在多，可能在我不断的推荐下，她剪了刘海，然后也变得很漂亮。然后呢成绩跟我差不多，然后他不好的科目我们是父母型的，他比较好的科目我就不太好，我比较不好的科目他就比较好，然后我比较好的科目他就不好，这样子。对对对，互补。然后他比我更活泼，我没有那么活泼，因为有时候我还是安静的。就是虽然说我算是有时候很闹，但是我还是有时候安静，我没有办法一直闹那种。我有时候是，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动静点，对，算吧。因为有时候一直讲话也是有点累，没有，他历史好，他历史比较好，英文也好，可是英文他英文单字背真的很蛮多的，然后国文好，然后我就数学比较好嘛，数学，然后地理。他地理比较不好，然后理化，对，他理化比较不好，他地科比我好，然后我地科比他不好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哦，公民差不多，就我们就是有点互补性，不是会被，对对对，我不讲话就是会被说心情不好，但是他在我们班比较还好，不会被这样说。可能都很熟了吧，读书会。可是一起进是没错，但是我们就是待在一起就会一直聊天，或是聊一些偶像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不会读书。说真的，我们两个就是真的很闹的一好朋友，而且我们的兴趣很非常的像，喜好也很像。但是那个追星的，就是那种他喜欢的明星的类型，就是不一样。哎，这样也不错。
也不对对对，我都不喜欢跟别人一起读书，有时候就会有同学问我说，哎，要不要一起读书之类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只要跟别人读书，我真的读不下去，尤其是我很容易分心。对，是知己没有错，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同班。没有，对我的学校没有没有，他没有 follow， 他没有 follow， 但是有被我洗脑，像我被他洗脑一样。直播，你在直播读得下去？哦，直播那是因为就是我基本上直播读书的时候就是断考前，就是一定要了，一定要了，所以就一定会赶快 focus 在考试范围。有推广成功啊，他不会喜欢时代少年团的，像我不会喜欢他的那一团一样。真的有考试呀、啊，一直被洗。对。我的所有朋友都有被洗，但我也被他们洗脑，所以这很公平，我们都要互相洗脑一下对方。对对对，我也觉得读书 有人在旁边，我会比较认真读，就是我会觉得哦，对，我在直播，大家就在看我读书，然后我就会赶快努力读，这样子会有压力在。就不会被直播，对啊，其实这礼拜其实要那个的，但是我想说算了，没有关系，我还有时间读，来洗脑你好了，洗脑啊，我也可以看看我现在放的音乐，大家都一直被我洗脑，有有有，我有跟他们分享，他们很想来看我们的表演，真的。我那个最好的朋友，他很想来，很想很想。他说他要，他很好笑，他就说他要来我的，他要自己做应援的东西，然后全程呐喊。所以如果以后某一次公演，然后听到有一位女性的声音，那有可能就是我朋友。他还问我有要什么那个 catch phrase。他真的很好笑，他会怎么这样子选？他知道怎么喊，他有问我，他要不是不是，他有问我的 catch， 他说他要什么回应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太好笑了，对他很闹真的，然后他会一直学我，看谁准备好给同学。奥利给疯狂，就是他真的很疯狂，就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很做自己，因为他真的很做自己，懂了，在那很狂的女粉粉，对对对，给他犯傻他不会，他不需要我的犯傻，看见过的很闹的就是嗯。跟我国中最好的朋友差很多，我国中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比较安静一点，但是他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比较疯一点，然后跟我们就是不会到很吵那种，但是我跟我现在这个朋友就会比较吵，他不会，他说他是单腿，他说他永远是紫萱腿。女方好一点，我觉得她很好。哎、欸，我跟你们分享过吧？我在冬天的时候还会买给朋友，因为我觉得那天很冷，我就会去早上就会去买热奶茶，是我的好朋友。看我是暖心的人。看我要当哎，钢铁粉粉，怎么这么理直气壮说出这种话呢？对啊。没有没有，我懂我朋友。哎，他是一个很就是很真的很做自己，然后也算自己，但是他压力也蛮大的，其实因为家人吧，他们家比较厉害。就单推
我没有，但我会一直在。好的，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没有关系啦，就是你们只要一直在就好了，陪着我就好了。当三级生哦，跟你们说，他跳舞超厉害，他是那他有比过赛的那种，真的厉害，他是真的厉害。对，他真的很厉害。大家好，真的天哪，大家我要跟他分享分享透天好的，哎，差不多差不多。不需要，我们常常我们会握手，我们会勾手。子萱的原来姓，不会了，他不会进来，他比较不是日系的，他是，哎，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太适合，虽然他他很嗨，他适合主持，我觉得。然后跳舞吧，他比较不适合日系这种东西。不然你没有啊，变大三就大家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只觉得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戏，变人都显得我很花心一样，才没有呢。没有没有，他不会是，他不会选偏欧美系也不算吧。怎么还在吗？我们都会聊天呢 ，OK。大家不要太羡慕，我们不聊你，不要太羡慕。挑拨离间要改变的，跟布丁，对啊，我们就是布朗尼啊，我的安妮，然后他的布丁，布朗尼。我是因为跟我朋友同班，我每天都会见面，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培训的话，我有时候也会给布丁买饮料，虽然我们很少见到了，但之前有。啊，对对对，小宋小宋，对对对，这首，哎，我想起来了，他小时候怎么在想？对对对，布丁，对对，我是真的会给布丁。这样的朋友应该有吧，其实大家都一定会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不一定只有一个啊，就是也不能说我的好朋友就只能一个这样子，他一定有很多好朋友啊，是吧，大家也不是只有一个好，只是只有一个好朋友吧。对，没错，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可爱也很可爱，对，不能聊这个话题，我的嘴角压抑下来。不止好朋友，放在其他地方也是。对，我就是，哦，我是独领啊，你是神奇啊，真的哈，哦，我是因为独领风骚。对啊，不同圈子会有不同朋友，就是，但是都是好朋友，但其实交真正的知心的就是那几个。没错，朋友多，但是其实真的真心的，或是真的会让我相信的，就是那些，他们一定也知道。
对，我非常的期待七月十，而且他们有录新的综艺，对不对？对啊，是不是有几个？其实我也觉得朋友不用，对对对，我真的也是这样觉得，朋友真的不用多，就是有几个真心，真的是真的非常真心的就可以了，不会无聊。嗯，变形记，嗯嗯嗯，哎，是变形，我忘记叫什么了，就是他们七个人的团众，但是我忘记叫什么，各自有一个，真的吗？各自都有吗？都有吗？真的我不太确定耶，真人有吗？小宋就是那个嘛，萌探探探吗？有知心的比较真的，对，有真心的没有都，对，没有都，不用都有几个，真的真的，我真的就是这样觉得，这样刚好。对对，我有看到，我有看到那个叫什么，那个萧炎，他要去参加 rap， 哇，太厉害了，每个人的社交能力，嗯，好像 yes。小马的话就是那个嘛，上次下一期的快乐大本营，然后小丁也是快乐大本营，然后哎下一次还下下次的萌探探探爱是那个小宋跟文文，就跟披萨一样知心的，我也是，我吃披萨一定会点知心哎，你们也是吗？我都是吃那个迷你披萨的那个黑胡椒牛柳，超好吃，然后加芝心，对，何炅就是，对对对对对，对，秘密花园我也有看，头很铁，是演他们那一次。迷你披萨，对，迷你披萨，我有看他们躲猫猫的那一个，黑胡椒牛柳加芝心，真的很好吃，真的推荐大家去买吧，真的好吃。哦，对，跟你们说，我们家买了什么？哎，什么蒙牛，小蒙牛忘记了，那个麻辣火锅来吃，我们上个月就买了，哎，那家麻辣火锅叫什么，上一次买了一家我忘记叫什么，反正也是大牌的那个麻辣火锅，对对，小蒙牛，哦哦，对，上一次买了那个麻什么什么辣的那一家不是小蒙，对，这次是买小什么牛的那个，嗯，好吃，赞。黑胡椒牛肉好吃，真的大推大推，我每一次披萨都吃那个，然后也蛮喜欢吃苏什么姨的那个，什么阿姨的那个，嗯嗯，好吃。而且蒙古味的那个麻辣火锅真的太绝了，真的太好吃了，大家好吃的东西火锅店，对，哇哇哇，这个真的吗？对不对？真的好吃，一吃你真的就会爱上这一位 double cheese，我也爱吃麻辣锅，料比皮多，但我也爱吃皮，其实，对，我爱吃麻辣锅，我也爱吃烤肉，但我好久没吃烤肉，但是我前几天有吃韩式烤肉的那个，然后还有吃韩式炸鸡，然后在前一个礼拜有吃那个苏什么姨的那个披萨，就说了嘛，我是吃货，我真的很爱吃。对，我们家吃的很丰盛，因为就现在没有办法出去逛街嘛，我妈妈跟就是蛮难过的，我好想出去玩，我也好想出国玩。炸鸡，嗯，何
作的啊、哦？真的吗？我没有吃过那个合作的，被点不到，哎，虾子好吃，但是其实我真的很爱的是那个东区的那一间炸鸡，哎、欸，我现在太久没有出门了，我都脑袋有点不太好，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哦，娘什么什么子的那个，嗯。22，对啊，应该我们不会出国，我只是说想要，其实不会，我们不会这样的。啊、哦，真的假的？香菜皮蛋，哇，这么酷的吗？话说子萱有想过结婚？哎，那当然是出去玩，而且呢，其实。就是我都跟我那几个好朋友约好了，我们考完段考那一周就要去野餐，然后我就想好我要拍美照，然后好好的去野餐，结果，唉，说的都是泪。好，那我最想做的是什么？我想出国玩，或是就是跟朋友去朋友家玩，到处逛街。一直逛街，一直逛街，一直逛街，每天都出去逛街，然后一直去吃美食。现在有多呀、啊？多呀、啊，野餐。太难过了，现在就想剪头发，差不多。哦，剪头发，哎，我没有想过剪头发，哎，其实。因为我现在就是刘海嘛，刘海我一直都自己剪，然后头发是的确有点长了，但是我其实长发也 OK， 但是如果解封后，然后就突然这样剪，直接短发，活力，对对，吹头发真的累，真的，而且每天我的已经有一个准确的行程了，每天洗完澡。包着头发，然后回房间，然后看看综艺，然后大概看一个半小时，然后头发就差不多有点半干了嘛，开始护发，然后开始边看综艺边护发，然后护发护完之后去吹头发，哇，超棒！然后就短暂萌吓坏，为什么吓坏？每日行程嘛，我每天就是早上7:50起床，然后刷牙洗脸，然后搬电脑上楼去读书了，上课，然后开始上课，上课到12:00。下楼吃饭，然后吃完饭睡午觉，然后看下一堂课是几点，就几点起床，然后就去上课，然后上完课追一下综艺，然后写功课、写报告，然后看看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有时候整理一下房间那些，我现在已经整理很多地方了。然后再追一下综艺，然后就洗澡，然后再追一下综艺，然后再护发、吹头发、睡觉。啊，没有，忘记说晚餐了。晚餐就在那个下课后的那一段时间都可以吃。然后再看一下综艺，就是在看综艺。对，我也觉得我也在看综艺。对，我每天行程差不多。哦，没有，还有练吉他跟钢琴。体力差蛮大，对，确实，算太大了。很久，哎、欸，其实我前几天有跳，真的，哇，变太累了，太久没有跳了，就有点累。有，我有睡午觉啊，其实，就是把下个部分换成没有那么夸张，我一定会找一件事情做的。我在想。要找什么事情做？我最近在想，我暑假到底要做什么？一定要读书嘛，至少一定要读一下，一定要不能让脑袋放空太久。大明湖嘛，啊，记得。啊，我暑假，大家，暑假可以做很多事的，对，对，还是会看书的，一定。
然后我也想练琴嘛，我现在也有在练吉他那些，虽然吉他目前还是弹的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在努力中。Yes， 大明。哦、oh, ，我知道168，哎，那这是我爸爸在做的事情。你知道他超好笑，就是我每天都会吃早餐嘛，我就喝牛奶麦片，然后他就经过我的书桌。因为我们书桌是开放，就是书房，然后他经过之后，他就很羡慕，哦好，你可以吃早餐，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为什么168？因为他想要减肥，超搞笑的，结果他真的没几乎没有有减，但是他吃几分后又回来了，好对不起啊。我哪天都要买，现在很饿，还要这么早起床，还要上班。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家里的二楼，家里的二楼是读书工作区，然后家里的一楼是休闲区。Yes。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楼上都是办公、读书啊那些地方。像我们楼上有一个小客厅，但那客厅已经。就是很久，就是没什么人会坐在那里休息。体重变多少？这你哎，你已经注意了吧？我感到好对不起大家，我是不是也可以减肥？少一点吗？我还不如好好办公室，差不多吧。别吃晚餐就不行，我们都没办法做到不吃晚餐。不会不会，他自己会来找东西吃，不会让自己受罪。但他之前真的很厉害，他每天晚上都是只吃豆芽菜，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我一定放，我让我一件事情，自从我知道168后，我发现每天都真的假的。对，其实我之前减肥，对，但是又胖回。太难过了，吃在健康，对，好好吃饭比较重要，吃饭就会让我快乐，吃美食会让我快乐。虽然有时候照镜子就会有点不快乐，但是在吃的那个过程中，的确是快乐的，真的，这就是可能不是，就可能就吃货就会是这种的，就会真的是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吃货，对。但是不爱吃的人就永远都体会不到，像是好香，好香就是这样，吃就是为了活着而已。太厉害，我太佩服这种人了。想住就好，我没有肚子不大，真的。我都不是胖在肚子，胖在肚子就好，就可以遮住。很浪费，哇天哪，这种人太佩服了，太佩服了。怎么不爱吃的？哎，都蛮爱吃。我想想看，我不爱吃。对，今天麻辣锅里面有毛肚，我不小心吃到，我以为那是大肠，然后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吃那个以为的大肠，结果吃下去是毛肚。天哪，对，我是胖在就是别人一眼就会看到的地方。对，活着就是为了吃，也没有了。加上那个追星，这些火锅哦，我超喜欢芋头的。看一下荧幕吗？我看一下荧幕，有，我一直在看荧幕哎。我太专心在聊天，或是看留言，我就会无视任何东西。狗派算吧，其实我都喜欢了。猫的手手，我就是很专心在做一件事情，就会忘记，可是很容易又会分心。好矛盾哦！天哪，我自己说出来就觉得好矛盾。知道吃饭，对，最近有感受到，他觉得吃饭是快乐的。芋头派，我很喜欢。
对，我就是特定的那个哪一个品种我就会喜欢，其他就还就没有什么感觉。反正我就是要求一定要胖胖的，我真的不喜欢瘦瘦的那种狗狗或是猫，不行。ダメですね。哦，我想到一件事了，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日文段考，大家知道我考几分吗？我是真的很喜欢胖的狗狗和猫，太可爱了。哎，不是一百，对不起，让你期待了。啊，对，日不落。一题两分，提醒一下。好的。没有，哎，都没人猜对，什么九，我的一题两分，还没有人猜对，没关系，大家加油。猜对了，大家，我看到了98，没有错，猜98，我还可以这么开心吗？我98。怎么会差68啊？98，耶！啊，被爸妈骂，真假的？我真的还没有这样被骂过，其实比较少会这样被骂。对，就是粗心，不过没有关系，98我还是很快乐。耶！错了什么？错了读书的日文。这样才能进步。好的，收到。不是这个哎，是那个什么书？其实我有点忘记。是翁感哭吗？是吗？是读书吗？对，乌云打的那个啊，那是音乐啊，对不起大家，啊，那是什么啊？忘记了，是什么啊？那个大家打一下，对，就是这个啊，不会念，对，考评。我不记得这个日文，我是说乌云打的那个，就是乌云打的那个。看看下一首放什么歌，我要放什么歌？啊，都哭手。Yes， 就是那个，不然我要放这首。都哭手，对不起，我还以为是 Ongaku， 我错了。Ongaku 是音乐，没关系，考完了，反正98我已经很快乐了。都哭手，不是都哭手，都什么？都哭手。好的，那就还回去了。我错了，我就是那一题错。对啊，考完就耶。接下来呢，就是要做一些报告的部分，而且我们这一组的校本课程还要代表我们班给全校，就是说。介绍我们的那个东西，又多一件事情。还好，不会压力很大，不会。啊，没有演习啊，那个是不是演习？这是一个正式的报告。
那个叫什么啊？我有点忘记了。假装有解释和真相，可是落寞。行动历程，对，行动历程。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之前那个演戏是《恶外惩罚》。我怀念的。校款不是校本，就是现在好像又英巴克刚新加的猫猫。校本课程，不知道大家应该没有上过校本吧？就是好像是新的课程。我之前好像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课。That you be my cat. Oh, I remember. 而且 我最近在看重看那个重逢的那个演唱会，快看完了，我剩最后那个合唱的部分。对对对，现在是就是新加了一些东西，一些课程。对对，现在有变比较复杂，就是分比较细，然后加了一些课程。然后就是那个学习一下，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不好，对，就是不习惯，就是因为我国中还不需要做这种事。如果我是更小的小孩，我可能就会觉得哦，很习惯了，只是因为我国小国中都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反而我高中要我突然要做，就会觉得我好复杂。但是其实历程两岸也不是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学期都做一个完整就是记录的感觉，不会需要在高三的时候还在那里想到底做了些什么，其实也不错。但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像我现在就有点思考我这个学期到底要写什么报告。对对对，慢慢累积。对对对，我觉得啊，只是我还不是很习惯，不知道到底该写什么。但我就想写英文的学习历程，但是我有点不太知道该写什么。差一年，就是我是第二年108课纲，他们是第一年108课纲，比较辛苦一点。好像还没有，对，我可以找我朋友问一下，再不行我就问老师。真的没有想法，因为我上次也有写英文，但我上次写的是那个 TED 的那个影片的内容，帮我介绍。记得那块猪肉，我也想看美哦，是会看美剧，其实但其实，对，我也会看美剧，但是剧情方面我不是那么特别的。就是会特别追，但是我还是会看。当然看得懂，老师比我厉害太多了，大家不用把我想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毕竟未来只需要，对，没错，只需要三篇，没错。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原本是想说高二来做数学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走建筑类的嘛。可能数学其实蛮有用的，但是我现在如果要走的科系是外语的科系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要以语文类来发展，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文化差异，对，有时候我，但其实我也蛮喜欢美国那国的那些风格，有些风格我是蛮喜欢的。对，语文方面的话，对。我就是，其实我就是这个影片让我，是那个独领风骚是让我了解这个团，但是真的入坑，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影片。我还记得我很清楚，这个影片是我在车上看的，然后我就天哪，什么天哪，这是谁？然后我就哇，直接入坑了，上楼了，小姚、哦、对。还有耀文这一首也很厉害，
其实还有那个小丁也很厉害啊，不好意思，不小心聊到这方面去了。我觉得我设计哦，造型长，真的吗？我觉得这造型超棒的，成年人，哎，没错。我觉得我最近越来越可以，就是越来越放开了，还不错。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放开了一点的子萱。去年的影片才入坑啊，是那个吗？美国啊、哦，真的吗？看我的日本的美国人，我那时候真的蛮胖的。这声音不对，就会比之前那样的女生完全不一样。对，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放开了一些，现在这样，我也不知道，因为也不是说以前那样就不是我，就是以前那样是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我就是会比较紧张，然后比较想比较多，然后才会回答。我现在就。比较放松一点，这样子。环球，环球影展，哎呀，带来的感也有，我觉得也有。然后我觉得我现在那个朋友也有，就是让我比较开朗一点，越来越 happy。然后也习惯了，对对对。然后跟大家也比较熟一点，所以会比较可以。而且我觉得我的粉丝都很棒，就是。大家都很好，所以就会比较自在。美国长大看起来居然还好，是这样吗？都有好处啦，每个国家每个都有各自的好处，优点跟缺点都有。对，我是慢热型 ，yes， 人家的优点就好。没错，我们也是。想说这好能什么？看到只剩美国的影片，粉丝当中，会，其实大家人都很好的，我都理解，大家都是好的，不会有那种很不太。也不是不太 OK， 就是会让人感到不自在的那种感觉，比较不会。哦，自己做影片，对，我真的是第一次自己做影片，哦，想回味，去看一看，最后看都在看。你的粉丝还有，你们的腿已经没感觉了吧？哦，音乐室大图，哦，对，那一次跟韩寒那个吗？我那时候头发没有用好，我非常的后悔。我在看影片呢，天哪，我头发怎么会这样？我就不想回味。喜欢的是对，已经断了，缺血，没事没事。介绍台湾报告，现在想。对，哎，你们还记得吗？我第一天那个，对不对？我有在做报告，就是要来介绍台湾。这家也通常，对不对？我就看到那个影片，我头发还有肥胖的脸颊，我真的非常难过。我就想说，我到底为什么不把头发放下来，一定要勾很厚，而且还不勾好？哦，对，就是第一个影片。哎呀，大家都真的很好笑的，大家都还记得我剪的影片吗？对，我都先准备，其实没有人说要准备，但是我想说，我先做好了，就是不管给我的轰家啊，或给我好朋友，都可以方便一点介绍。婴儿肥，哎，有在为过去的自己生气。
对，我是很后悔那天我在家，哎，我忘记在哪，好像在家里吧，看那个影片，我就觉得我的头发怎么会这样？快当姐，对对对。我会改善很多，我有深刻的体会啊，这首也超棒的，但是他们不是就是这两首要比较嘛，然后一定要这首赢，然后才能有什么是可以做一件事吗？可以出去玩还是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喜欢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刚刚这首，其实但是都喜欢哼给爱丽丝什么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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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像对，我也希望，就是他们现在不是就是闭关的也都回来，可是大家都有外务，就是其实都蛮忙的，我也爱看他们跳超棒，现在就看之前的物料，重看纪录片，我现在就在做这种事，重看纪录片，其实我太棒了，跳跳真的很有趣，真的真的邀请真的邀请之后会不会拍第五个要看公司啦，有没有计划片的规划，很多可以看到我们私底下的东西，会更了解我们一些，其实我觉得纪录片这个形式还不错啦，可以看到成员们私底下的那些互动之类的，还不错，还有练习的画面。我现在努力克制不要去看他们跳舞。留言，大家想看姑姑的画面，妈粉面，我不是妈粉，纪录片，对，纪录片，因为其实他们就是我现在追的那团也是养成系，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养成系偶像，所以其实很多地方是有点像，我觉得。哦，我刚刚没有看哦，大家，我刚很努力的在看大家留言，但是大家都没有留言，还是我这里有卡。对，纪录片其实蛮有好有坏，其实纪录片就是像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到处都有摄影机嘛，就是要还是要在意一下，但是好处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我们，私底下的我们这样子，自己直接看。对，我跟他们，我跟我的偶像他们同龄，很难吗？追养，对，我不是吗？追养成系很难不成吗？有纪录片的话才有故事，是，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是都有直播吗？这也算还不错的，还不错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就是跟我们互动。对吧，那一刻我就对，像是我追的偶像他们就没有这样的直播，还可以跟你们聊天呢，还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样很棒耶，有办法也没办法，之前一个纪录片每一集都有直播，大家很棒，可以剪辑，是没错，对了，要看公司，其实
我们成员都还蛮配合的。晚雨都说不尽的目光，一起看夕阳。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进步真的很快，直播已经是偶像音乐必备功课。我觉得还不错啊，也就是有好，就一样啦，就有好有坏嘛。接地气是。他发的那个是吧？我想看你们纪录片的。看看公司，最近也不太可能，其实，最近我每天都待在家里，然后也没什么训练这样子。但是如果从很早之前，其实大家真的都进步很多了。我有在看，就是有看别的成员有，就是有发一些之前我们跳舞的影片。天哪，真的差太多了！以前跳舞真的是很悲惨。如果有以前的素材，对对对，维持自己的体能，其实还好，我没有什么在运动，我就是晚上抬腿，然后练个舞，可是不会一直练舞，就是有时候会练一下舞。背景超好听，这个叫做《一笑倾城》。想和你有似曾相识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过情节的跌宕，我们不散场。嘟嘟嘟，涂个口红，微微笑很清晨。爱的守护，谢谢笑笑。哦，笑笑的头贴，我现在才注意到是狗狗喂。工程。人如海，车成河。落日一笑，对一笑，星辰。其实我之前好像有想到。跟笑笑，跟落日一笑，然后我就会一直想到一笑倾城，因为我记得我有追一部剧叫《微微一笑很倾城》，很对啊，为什么没出现？是不是你那一个账号去追其他人了？就是要被我看穿了？肯定是，洋洋。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你有看出来什么？对啊，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有四方向晴雨的风光。那你究竟在哪呢？大家可以去找找哟。我们年哦对，也没有什么可要隐瞒的吧？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年纪都蛮小的，所以就比较不会担心什么。可能我以后再过个几年，我就不会想再说我的年纪这样。他变成宋氏三兄弟，最近在发。对。但其实二六也不是很年长吧，说实在的，26在演艺圈也不是那种很年长的。对，可能我以后25、26，我也不会再说自己年龄，我会直接隐瞒，大家查不到这些资料。都是粉丝，回去的粉丝都可以。飘向北方哦，前辈比偶像更帅一点。不用在意，大家不需要在意的，什么年纪都可以追星，搞不好我以后不知道几岁我也还在追星。
这个真心的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我只有18岁的。对，这首歌真的很厉害，这首歌真的很厉害，而且这首歌那个小言真的太绝，真的太绝。而且小言真的是很辛苦。他独立变得一文不值，是你又会怎样？他梦想不再那么纯粹，是你又会怎样？最小对啊，其实当根子，原来大家都跟我同岁呀、啊，了解了。对啊，哦，原来啊，大家都同岁，哎，大家都要考试对吧？等一下，大家一起读书吧，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读书，加油，大家一起考上个好大学。那今天是七岁啊，好巧哦，我们怎么都是七岁，天哪，真的是很巧。对，大家一起奥利给。天哪，我都没想过我竟然会跟粉丝同岁，而且大家都是哇，竟然只比我大一天，真的太巧了。哇，欢迎战士，我们好好认识一下。我同对啊，大家同庆祝哎，17.5岁哎，那我比你大哎，我现在已经17点，差不多6、7了吧。我今天就，我今年啊，就18了。哦，我是今年12月18，但大家突然就要变18岁。让我唱一首，其实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而且这首歌它还那个唱头，真的是。真的很厉害，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个叫《飘向北方》，你们就拿《飘向北方》马嘉祺演好像，或时代少年团。哦，按时长大都可以。就我已经18了吗？哦，我已经18，哎，没事没事，我今年就18了。啊，哦，原来贤，哦，贤仔弟，哎，嗨。我们大姐，原来平均是姐，平均姐。小韩啊，哦，小韩还一天是吧？之前真的很努力，我不是只是想分享，就是最近的生活就是这些嘛，只能分享这些给大家。虽然我怕大家觉得无聊，但是我的生活其实最近的生活其实都蛮无聊的。就是这样子。二姐你好，嗨，你好。我怎么时候突然变姐姐了？已经很充实，嗯。对啊，萱姐，我好久没当别人姐了。我曾经还很开心，就当别人的姐。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当个妹妹也很好。哎，大家叫我妹妹吧。好东西跟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没错，就是这种心态。怎么突然我怎么又变回姐了？选美对我是妹妹，大家请叫我妹妹。可能人长大都会想当妹妹。追不到，哎，这么好了吗？我还是 solo 追星中。我现在就跟我的好朋友分享。好，学妹，对，没错，很懂很懂。当妹妹其实很好。对你算好，算吧，其实已经算不错，但没有到我朋友那种哥哥的妹控那种类型。我那个朋友相遇，对，我朋友就是我那个好朋友的，还有三个哥哥，厉害，有我爱，那我谁是不是？
用加姐姐吗？不用不用啊，跟我同岁，不用不用不用，其实大家都不用啦，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大家有子萱或 Annie 都可以。好像第一次见面啊，在那一次我介绍姐姐是弟弟啊，她应该不是，她应该也算比较喜欢妹妹。对，偶尔还是会来听方便，好寂寞，有时候，所以我还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喜悦。大家加油，仔细听。好姐姐，真的吗？你想要一个好姐姐？我以为男生都想要哥哥了，居然是想要姐姐。使我的灵魂变完整，来对抗世界。没有嘛，我就想分享而已嘛。我也是一直希望两个弟弟换成一个姐姐一个。哦，真的吗？原来男生都会比较想要有姐姐或妹妹。我现在才知道哎。大家不用特别去看，大家不用特别去看，没有关系。好。怎么可能有、啊、真的吗？我想说男生会想要跟哥哥就是可能一起看什么动画片，然后玩车子啊那种，就是 小时候才会有伴，像我跟我姐姐就可以看那种公主那种东西，就不会觉得 无聊了、啊。然后整形啊、哦、很好，原来男生都会想要一个妹妹啊，都要找人一起整。原来也有在磕 CP， 哥哥都是来使唤弟弟的，哦，好像是哎、欸，好像有，的确是这样子。那姐姐也会使唤弟弟不是吗？差不多，而且姐姐更会欺负弟弟不是吗？听说的，我是没有。我懂，我都懂，人品君都懂。哥哥还是挺……其实我以前一直很想要一个哥哥，然后后来又觉得算了，没有关系。然后，但是也其实也蛮想要的，然后又蛮想要妹妹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小孩，我真的是小孩控。天哪，我看到小孩就会很开心、很快乐，觉得很可爱，真的真的。来追自己，对对对，真的就会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是的确。但实际上不知道，欺负妹妹不能欺负妹妹。对，我是想，我真的很想要妹妹。对，特别是不用当小小叔，小叔。被卡掉啊！对耶，好，没关系。哦，那个是因为那不是那首歌被卡掉，但我觉得弟弟妹妹要跟自己差不多岁才会哦，是好苦。我发现袁品君其实也是，就是你不是也是跟我差不多时间追了吗？所以你也是很追，是不是？那么了解。我喜欢打小孩后啊，飞高高你好恐怖哦，飞高高，什么？怎么会这样？小孩就是就很可爱，我一定会打扮那个妹妹，很可爱。我每天帮她买洋装，然后帮她打蝴蝶结，然后帮她绑头发，然后陪她一起玩扮家家酒。还在练，好，差不多，差不多。我也是很追的，买洋装嘛，啊，看不起我，也没有啊，没有很多钱，还是有，还是有，我朋友去年上了，啊，真的假的？我跟你说，我超想要办的，但是他要那个台胞证。我非常难过，其实我都已经准备好要冲高会了，但是真的是非常难过，因为我很想买 PB， 但是我都不知道该找谁买。
而且我都买不到了，我好难过、哦。肥皂卷，我以前超喜欢玩扮家家酒，其实我还有那个洋娃娃，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就是我家有超多超多超多芭比娃娃，丽卡，真的不是，对我真的是没办法扮，超过分的，真的很难过。而且我真的也没有朋友，就是朋友追这样。可以买，真的吗？可是我怕那是假的。我就想说我想要找代购，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哪些代购是好的。对，很久没有做，最新的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啊、纯白底是吗？当洋娃娃的话也买洋娃娃玩扮家、也是觉得跟他玩扮家家酒。对对对，纯白底，我好想买，我真的买不到，就是真的是花钱也买不到，太难过了。都夏天了，还想买？脸书有粉丝社团，好像有吧，但是我没有加。我真的太难过了，我真的是想冲高会。但是真的冲不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懊悔。对对对，会员俱乐部差不多那个，就是要那个出值，然后有一些特定的东西可以买。信任代购，好好，我太羡慕了啊！太难过，我现在要来念榜了。啊，我有买到爆米花筒，好，我要来念榜了。好，恭喜第十名的阿佳，恭喜阿佳，你是第十名。再来是第九名的幻影战士，恭喜幻影战士，你是第九名。再来是第八名的旅馆，是吧？布丁粉，哎，不是，哎，为什么啊？为什么布丁粉，然后点点点按进去是别的名字啊？害我吓到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大家帮我看一下好不好？第八名的那个，它上面是写布丁粉什么，然后按进去是别的名字哎，为什么啊？哦，它改名字，所以它是单封只买到，我连单封都没有买到，我太难过了。看李玲会改哦，好，我懂了，所以是旅馆哦，好，恭喜第八名的旅馆，恭喜旅馆，再来是第七名的钢铁粉粉，恭喜钢铁粉粉是第七名，再来是第六名的阿贤，恭喜阿贤，你是第六名，再来是第五名的扣上，恭喜扣上，你是第五名。再来是第四名的阿和，恭喜阿和，你是第四名。再来是第三名的卡丘，恭喜卡丘，你是第三名。再来是第二名的贤仔，恭喜贤仔，你是第二名。然后是第一名的笑笑，恭喜笑笑，你是第一名。OK， 从扣赏开始吧。哦，不行，我现在很难过。我听到那个人品君竟然买到单封、哦，我太难过了。好，我们来吧。我们的今天那么多，来个猫猫的动作，好的。沉浸在我为你谱写无尽的温柔，快说你想要。
OK。再是阿和，哦，我想冷静啊！不对不对，我们要放这个，那我们还是放老歌。卖未完待封，不是我重点是我就是买不到，我就算想买我也买不到。好，阿和，双手向前张，张开，双手向前张开，要吗？微笑。这样吗？这样买的不是，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买。不客气，再来是谁呢？卡丘，再来是卡丘。不支持，对对对，是没错。我知道我在就是那个博上面有看到很多人要买，但是。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因为毕竟我也是就没有什么追星的经验。好的，谢谢。哦，下周生日，给我生日祝福。好的，好吧，那我们来，我们来放生日歌。闲杂音，闲杂音。还有还有，大家先不要拜拜，我还没有结束，还没，大家可别拜拜，别拜拜，还没结束。那子轩可以两手比一搓两下，好。拜拜，再来是第一名的笑笑，浅蓝色上衣配上浅蓝色的头箍，我现在已经变成头箍代言人了。对，去改名看脸，我还想说为什么点进去不一样。感谢萱姐，不客气。还没结束，就说还没有结束，还有笑笑。今天来点不一样，哎，笑笑回来了呢，笑笑，刚刚是去看谁了呀，笑笑。哎，很适合，我其实也觉得我蛮适合发箍的，我要包色了，我要开始疯狂购入发箍。
超加分，是不是大？原来大家也比较喜欢笑笑，被我发现了哦，原来笑笑拿大众去看玲玲是这样吗？女冠也是是吧？哇，想想还是一样好了，四十五对，好的，哇。好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给个福利。OK， 我已经抓到了，虽然我已经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唉，没事，大家都知道子萱内心是很坚强，我真的不会哭。我真的不会难过的。停了两年，放在这里好了。对他怎么对得起这样？哦哦，想想就气。我就一张，哎。哇，好，笑笑，你是不是消失了？笑笑已经不敢留言了，被抓到自己跪在旁边。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我可以理解，毕竟我宽容，这么的宽容是吧？子萱要唱什么歌呢？没有要唱歌，没有哦。主演不去演戏，主播不去演戏，可惜人在魂不在。子萱长大我很放心，子萱也对，有辩解，我一直都在哦。好的，现在还好听，我觉得是蛮好听，就是他们的那些过程是吧？如果是真的是很老的那些粉丝，我觉得听了会很感动。嗯，我也成长蛮多。好了好了，没事，大家那个不要因为我刚刚讲而感到难过，开玩笑开玩笑，不是很老粉，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因为他们很早之前就是很他们在13岁，哎，我是也是13岁进，哎，14岁进的，不是说年纪，我不是说年纪，我是说就是年纪，哎，怎么说啊，就很早就追他们了。的那些粉丝很坚强吧，但我不怎么坚强，请大家真诚对待。追星警，对对，追星警，好听归好听，对，快歌，他们的快歌就是可能之前出太多快歌，然后现在两首都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歌。对对对， 我也觉得不怎么会有，应该都是纯唱，这个没有什么舞步可以搭，其实那两首歌都是，应该是因为前面都是比较欢快的歌的原因。反正我笑笑还有我唱，真的，所以笑笑真的有追，怎么会这样？笑笑明明这么真诚，但是却还是去看别人。快歌跟周杰伦看，不会不会，他们唱歌真的很好听。对，从练习生也有5、6年。其实我是几年啊？我忘记了，我是国二进的是吧？原来是陷阱。啊，无尽的冒险。对，笑笑，看看。你看你这么认真的在去了解时代少年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开心。但是呢，你怎么会这样呢？对，我也是13岁参加甄选，14岁做而已。没错，想想就觉得经历还蛮像的，也会这样对粉丝。好，我不这样了。
我不会的，我不会吃鸭。没事的，大家那个，想去哪就去哪吧。之前的套路，还有一些代入感，其实有，就是有一点，就是会觉得有一点能够理解，这样也不是理解，就是能够，能够代入，有点代入，对对对。那怎么办？那我对感同身受，那我不这样吗？情绪勒索听起来好严重。我不会情绪勒索的，大家放心。你走啊，你走啊！对对对。嗯，对对对，今天你跟新鲜的差，我跟新鲜的差别，等一下我想想看，我也不知道啊，之前变得成熟又美丽，知道之后大家开玩笑，我也知道，因为我也会开个玩笑，我不知道我跟新鲜的差别，啊，哎，是不是小贺最近说的那个是吗？什么是他在天上，然后什么什么在心里，这样是吗？大概这样子，是不是？是这个吗？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厉害的，更加啊！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厉害的，我想人品君应该知道是真源说的。我想到了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以这个很厉害的土味情话做一个 ending。你在我心啊？对，就是这个，我记得。好，好，我跟大家说。等一下，这是一句话，这不是，这是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可是 我怕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好，那我说，就是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啊，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很受不了。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大家不觉得这句话很厉害吗？我跟你说，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是。天哪，太厉害了，是不是很厉害？子萱已经把我的标准提高了，对不对？大家要子萱出来，让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天哪，真的是受不了，我也觉得超厉害的。在我听完他们说这句话，我的天哪，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很厉害，就是会。会被惊讶到那种程度，中了，对，真的是中了那种。知道吧？知道。你去，那，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我不知道，就是那种很有感觉啊！大家不觉得很有感觉吗？比世界更大，对啊，就是那种，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永远在你背后。哦，天哪，太了不起了！遇见你也是我的什么？知道吗？遇见你也是我的幸运。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感，对不对？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就是那个，哎，就是姐姐真漂亮的那一集嘛，我忘记了。姐姐，我不要，因为有你，天哪，受不了。啊，受不了，受不了了！你赢了世界，大家现在开始 PK 了吗？是世界，不是，我是觉得这句话很有感觉，就是有让人有一种很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这句话就很中我，太厉害了这句话。对对对，好的，我跟大家分享完了。张姐真美，对对对，就是张哥说的，我可以吃遍世界的麻辣锅，就不能怎么啦，大家？对，我觉得这句话太厉害了。你是我眼中的苹果，因为真的啦，我真的是这句话真的非常 get 我。
非常的太厉害了，我是不会忘记这句话的。原来是世界的事，不是，就是，哎，我也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可能这是只有女生才懂的那个点，就很有感觉。对，世界级的直线，哎，我的 level 已经到这里，我蜕变了，我从这样变到这里了，大家看着我一步一步成长。好了好了，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严重的凤，我不喜欢吃凤梨。好，拜拜，拜拜大家，拜拜卡丘，拜拜亚树，拜拜沙鲁，拜拜志宏，拜拜平平，拜拜绿色马桶，拜拜钢铁粉粉，拜拜阿德，拜拜 KX， 拜拜旅馆，拜拜现在，拜拜杨叔，拜拜 Liqua， 拜拜笑笑，拜拜 Alan Thomas， 拜拜阿德，拜拜 Ella， 拜拜毛巾哥，拜拜熊熊，拜拜阿佳，拜拜流浪到屏东，拜拜阿宇宇，拜拜荒野战士，拜拜变成新鲜柠檬，拜拜亚树，拜拜灰灰 ，Only Gay， 拜拜乌鱼，拜拜好意。好，拜拜 Cosan， 拜拜阿仙，拜拜 Ben， 好，大家拜拜，啊，志宏，拜拜。